代买星宇的女巫啊，这个女巫很厉害的啊，但现在应该是换号重新打了，97点几的一个胜率，大副、病患、先知、勘探还可以，其实这个阵容还行，有个先知，其实就有点说法。这里第一个点抓，应该最想抓的还是先知吧。不信徒，然后这边的话好像还想来打病患的感觉。这边补了先知的信徒要来偷袭病患，我也是没想到的。他可能觉得墓地不好抓，放狗。不对呀、啊，你这个打法有问题啊，大哥！你这个打法两刀还行，你这个打法如果打三刀你怎么打啊？对吧？这先知的鸟一顶，打一刀，这边飞轮没有能躲掉，嗯，再来打先知啊。这把女巫这里呢，如果这只狗咬中病患，先知用鸟来扛住病患，三勾交开，病患交勾拉开，女巫就崩了，崩的一塌糊涂，她的击倒节奏就炸裂。就看这只鸟，就看这只鸟。因为毕竟就如果说没有那个先知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这样打还行吧。这把星宇要崩啊，一刀戳，快给我鸟，鸟，哎，好嘞，交个勾，一勾上楼了。这边的话还有一个，哎，不过这边还有一个那个先知的信徒留在这里倒是还行啊。但整体的这个牵制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，已经是超过2分钟了。我们来算一下外围的密码机。机子的话，那修正一下，我觉得这把女巫好像保平真胜了，因为核心问题在于穷者的机时间上面牵制的其实不短，但是他们这边的修机不多。大夫来救人。节奏还是好像女巫好一点啊，节奏还是女巫好一点。这边想打架吗？打架，救下来，一刀打，打中大副。外面的话，这边信徒跟上来，能打中吗？打中女巫，基本上都赢了，都不是保平真胜了。这波打中外围勘探员，你敢过来？这勘探员根本不敢过来。我两个信徒在这边，你看他有敢过来打架，这不开玩笑一样的吗？那边摸摸倒是还行啊，看看能不能，哦，来不及来不及，也摸不起来，摸不起来的。女巫这边稍微压一压，看探员就得走，这看探员如果打得过于切闪了，哎，但是看探员这边反应很快，那回身过去挂人，只要病患不交自己起不来，一切都没问题，好，人挂上就行了。勘探员挂，磁铁拉不到，挂地下室去了。不要贪了，不要贪了，人先挂上吧。这边一波反走，拉过来，好。中间这波呢，对于女巫来讲，其实是小小的吃亏一点的，因为她把底牌交了，切了这个闪，就是想要去续节奏的。但是没有能续上，现在的话击倒勘探员，病患手里有一勾，他的闪现看有没有啊，如果没有闪现的话，这病患还不一定能快速的击倒一个上挂飞的病患。这边的话补信徒给大副，再过来压密码机，过来干扰密码机，一刀打人救下来，勘探员这边没有磁铁，女巫现在没有闪现，死压住机子，看有没有抽刀。
这波救下来好像还行啊，打得比较的纠结，两边打得比较绕。归根结底呢，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闪现没有能撩到这个勘探员啊，被勘探员那波飞轮给躲掉了。他们现在如果说消信徒补状态，但凡这个病患的状态如果能补好，好像局势又要扭转啊！这个局势又要扭转，核心问题现在女巫手里没闪现，他还真很难击倒人。他等一波闪现的 CD 呢，那边求生者这边状态都补起来了，然后状态补起来了以后呢，哎，好、哦，这边有个闪，击倒一个大副，那击倒个大副也成不了事儿啊，这大副击倒了。没上过挂的，外面病患先知满血，机子的话两台遗产机好像能修掉。女巫快控不住了，女巫快控不住了。现在四个人带紫圈，求生者的一个那个消信徒就比较方便了，两两一组，两两一组。你没闪现还真拿不到刀，我觉得这把求生者四人开门战了。好吧，现在下结论了啊，敲定四人开门战。开门战的话呢，因为病患毕竟是个上挂飞，算是一个突破口嘛。女巫如果闪现一刀把病患给抬了，抬了以后再找人流，如果再有多余的信徒也有闪现一刀。好，勘探员也是一个二挂了，这边先知人没救下来，打一刀，追一刀先知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好像又不一样了？这一波突然之间倒的倒，伤的伤，勘探员教自己。怎么倒的倒，伤的伤？哎，又扭回来了。我开始怀疑人生。怀疑我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。大副这边交怀表，交闪现过来，能不能看看找到？现在因为是什么呢？勘探员交自己的，病患上挂飞的，这边先知可能要过半的，最后一台机子他妈现在还没有人能碰的，这台机子被压得很死。我要不再修正一下？我觉得这把女巫应该赢了吧。最终结论啊，最终结论，最终结论，这把女巫赢了，他们来亡命一波了。亡命一波的核心问题是他们机子压不好，机子压不好，这亡命一波就是死亡冲锋。补个信徒给病患，那边的话用信徒把大副挂上也行，对吧？我就挂上压住你，你们还得再来救，对吧？可以可以，没什么问题。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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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得待会儿这样，我有机会再去看一下那个视频，重新看一看，重新看一下录像。当时那波我觉得穷者很强啊，他们要状态有状态，要道具好像道具也不少，怎么突然之间一波就崩盘了？现在的话这个闪现空了有点难受啊，但机子应该是修不开吧，这个机子应该是修不开，大副怎么地被挂飞了。但是由于刚才这个闪现闪空了呢，穷者这边好像有机会能打一个三人开门战了。病患交自己，病患上挂飞，勘探交自己，场上面现在三信徒，闪现有了，密码机压好了，这闪现密码机应该是快好了吧，看一下差了没多少了，交闪现，但这机子没有人过去摸，没有人过去摸95以上的机子。先知这边挂上勘探员，这把星宇这个翻盘翻的真的有点让我怀疑人生啊。哎，他没有去管门，
等会儿，他第一时间没有去管勘探，因为他手里面没有寄生 CD。勘探员把门开了，哎，这。看来我还是最强的那一个嘛。